田奶奶啊，您看啊，以前咱的广播站呀，有您在那儿撑着，哎，我是什么心都不操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这孙子，我对他都没办法，你看给你挺麻烦的，你看真是。那天呀，我们在一块儿开会，那喇叭里响了，说什么不怕鬼的故事。咱们是唯物啊，哪有鬼啊？这些孩子们呢，是该会的他不会，不该。怎么了？又哪儿不满意了？我知道了吗？早退，还是没准备材料？虎子，你这些干的都挺好，可你听听那大喇叭里，你广播的都是什么呀？你胆子也太大了，什么鬼不鬼的，你这是宣传封建迷信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提醒你们啊，你们不喜欢不代表别人不喜欢吧，每个人的理解方式都不一样。你们说这是封建迷信，但是有些人还研究他们呢。虎子，虎子，你还有点起码的那个政治觉悟没有啊？这是工作，这不是闹着玩儿，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啊。你啊，我给你写的稿你不念，你念那些乱七八糟的啊，我是你，这可不是合格不合格的问题啊，这是个犯错误啊，犯错误。奶奶，奶奶，您这话严重了，你呀，你也就是个不合格。对呀，不合格啊，开除我吧啊。嗨嗨，孩子别怕，就照你这个读，有我呢。亲爱的，我一直想跟你说，看到你蹦蹦跳跳的，我心里好开心。你要知道，你是我的唯一。我不骗你，昨天王静来找我，我不会看你的啥玩意儿。又叫河马不吃回头草。白的月，我无眠在你的怀里。我嚎叫着的内心被你锁在笼里，你是那么遥远，远得像那西太平洋上的基里巴斯岛。爱，我要暗杀你。吻，把我谋杀吧。庞大的群马，高大的雪茄，无穷大的盔甲，还有无限大的撒哈拉，在同时自杀的。哎，想不到曾罗梦过词儿还逃了我活来。是是呀。我说赵北绿，这你可是你逼的我啊。哎，主任，你看明天县里派来两名帮咱们科学养殖的技术人员，怎么安排？先上哪家？你买种子买化肥。主任，像我要借两。主任，啊，你再说一遍。明天县里派来两名帮咱们科学养殖的技术人员，先上哪家？我找你要吧，你还躲着，还藏着不见我。咱们俗话说得好，啊，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你想当缩头乌龟，躲着我？没门啊！这广播里都说些什么呀？哎，我就天天来这儿播啊！我播到你什么时候还钱为止？为人民服务，不是你给多少都无所谓啊，意思意思得了，好吧？主任，赵主任，主任，怎么了？你又是你赵四媳妇儿？知道他这么干了啊？哎，咱老老怎么就躲着他了？不是，他凭什么来大喇叭来胡说八道了？他又没有办法了？你瞎嚷什么呀？你吃你的苹果。哎，不说。哎，你别走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主任，主任，我女儿才五年级呀，什么情书呀？这简直是无中生有啊！这乱广播不学什么呀？怎么让我女儿学习呀？啊，这小李还有没有人管了？啊，就是，主任，我觉得也是，他这次确实太不像话了，我看直接罢免吧。对对对，
求他，断金了，俺都不愿意听他驳。小黄，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？啊，这小李啊是暂时代替他奶奶，他自己呢又有点情绪，出点错怎么了？咱们多帮助他，教育他。俗话说了，不看僧面看佛面。那田奶奶为咱们工作了那么多年，对不对啊？田奶奶是田奶奶，他是他，他不愿干，记得他走啊！走哪儿去？谁替他？咱这广播不能停。对了，小红，要不你来？哎，小张，咱那钱全还干净了，虎子爱说他了。哎，我说啊，人家说咱们什么闲话了没有？没事了，没说什么。笑什么？还有脸笑？奶奶，你说你天天想这么多事，累不累啊？人家也就把这事儿当笑话听听就算了，是不是？就你认真，以为多大点事儿？奶，我跟你说句实话啊，就咱村那广播没人听。哎，去去去！哎，这事儿咱就这么办了啊！记住了，到时候一定给人一个交代啊！这个，到时再说。行了，今天呢没别的事了，散会。走，散会。这么说，沙特男人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娶很多老婆的呗？可不，作为第一个老婆买了间房，那么你娶第二个老婆时也得给她买第二间，对吧？一点不能少，可别说让他跟正房住一间，赶紧别听，因为这样既降低了正房的收入，也是对二房活跃的不利。不像咱们，顶多是吃饭多双筷子的事儿。看来。要是碰到